陈勋，陈勋，嗯，啊，陈勋，怎么了呀？发生什么事了呀？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啊？俊哥，你来了，俊哥。怎么了？这是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啊？谁惹你不开心了呀？陈勋，你别哭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好担心你啊！你这样，怎么了呀？俊哥，我们出去说吧，俊哥。怎么了呀？陈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陈勋，怎么了呀？我看家里刚刚地上怎么那么乱，奶奶好像也很难过，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先不要哭了好不好？有什么事你告诉我，我帮你一起想办法呀。俊哥，我觉得自己好无能为力呀，我什么都做不了，又保护不了奶奶，而且还让奶奶跟着我受苦。陈心，你别这么说，你先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有什么事我帮你解决啊。你这样一直哭，我真的很担心你啊。没事的，陈星，你先告诉我到底怎么了？我现在真的好着急啊！我说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会一直陪着你的呀。我哥哥刚刚啊，你哥哥刚刚怎么了？他又欺负你了吗？刚刚他带人来把家里方向倒柜的，然后把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都拿去，都说要卖了。而且还说因为我家里面才这么穷，还把你给我给奶奶买药的钱全部都拿走了，还说我是白眼狼啊。你哥哥做的也太过分了吧，他怎么能这样啊？不是明明是你在赚钱养家，他还倒打一耙，他自己什么也不做还有理由说你的不是了。我现在真的刚刚还把家里面我给奶奶留的鸡炖汤的他全部都拿去卖了，还说晚上要带茶楼的老板儿子来家里吃饭，让我给他道歉。道歉？道什么歉？你又没做错什么，凭什么要给他道歉啊？晚上等你哥哥回来，我跟你哥哥说他怎么能这样啊。我现在真的有点生气。陈星，你哥哥不能这样子的。可以，但是我不想，我真的不想他那样骂奶奶。而且刚刚奶奶也说他了，奶奶说他还骂奶奶，说奶奶什么都为我着想。我真的不想奶奶这样，我不想奶奶跟着我受苦。没事的，陈心，有我在，我不会让你和奶奶受委屈的。你也不要这样想，是自己的问题，这些全都是你哥哥在颠倒黑白呀。你没有错，你真的没有错，你错就错在了有这么一个哥哥。真的，陈星，你先不要哭了。俊哥，不好意思啊，每次都让你看小，每次都让你看到我这样，我也不想这样的。要不我进去给你倒杯水喝吧，一会儿我去地里面弄点菜，哥哥晚上还要回来吃饭。你先别去地里了，陈星，我们进去陪陪奶奶吧。你也先别去地里了，一会儿我下去把菜买好，不用你去地里了，好不好？俊哥，没事的，我一会儿去地里面弄点菜就回来，你在家里面休息，我给你倒杯水，你在家里面等我吧，俊哥。没事了，陈星，你看你都这样了，你今天听我的好不好？一会儿我下去办事，我顺便就买点菜回来，然后我们就先进去陪陪奶奶吧。好不好？你今天就听我的，走，没事，你先不要哭了，好吧？奶奶，你也别难过了，气坏了对身体不好。你放心吧，有我在，我不会让陈星受半点委屈的。小伙子，你帮帮陈星吧，我在这屋头做不到主。奶奶，陈星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会把陈星照顾好的。
您千万别担心，您保重好身体比什么都好，您只要把身体保重好了，陈星就开心了。遇到你太好了，小伙子。奶奶，我遇到陈星也非常好啊，陈星真的很善良很懂事，也非常孝顺，他和其他女孩子真的很不一样，至少在我心里真的很重要。陈星，那我就先下去了，我顺便去把菜给买了。君哥，那我和你一起下去吧。不用了陈星，我自己去就好了，我顺便还有一点事要处理一下，你就在家里好好陪奶奶吧，在家里等我。陈星，你要记住，不完美是常态，有什么事我们一起解决，肯定会有解决的办法的。关关难过关关过，前路漫漫一灿灿嘛，我们一起加油，我们一起苦尽甘来。那我就先下去买菜了啊。哎，对了，你哥哥什么时候回来啊？那我知道了，那我一会儿处理好事情就上来，你就在家里等我啊，那我就先走了。好，那我先走了，拜拜。